你两个做不对，我还要那么开整，就像这样子，中间留个跟他让流水留一整，那到时候推磨就是去砖的时候取取噻，哈，脚架也可以留水，上面还可以铺点沙子。那可以，那提出来给摆布哈，那你这里摆砖，嗯，好，我就去给办的哈。 起好像有点复杂，为啥子不直接在外面去把那个盖儿给倒起来，然后再直接放在上面就好了呀？这个一拿到去没得那个规格哟，只要会点力，它因为那是个弧形的嘛，一拿高头倒来就合不起，就没得那个规格了。哦，明白。圆形就是圆形。哦，它多好看呐，一点。哦，明白明白。那个有规格的嘛？那这样子后续去那些个砖儿要全部拆掉哦。哦，是嘛。 砖上来，砖上来的，还有这个曲曲推磨的这个耳朵，除了粗糙还是细糙吧？粗砂，粗砂好些。走吧，来喽。来嘛。我来抽烟了哈。 也是有经验些，我看好像没去的不对吧？又要来办公嘛，去找人。哈哈，我也不到人。看起那个台儿高，我刚刚打的水平打的那个，就要做到那个高子。嗯。 你们后面去那些个沙子能不能再用呢？肯定可以噻，我上面还有铺张油，铺张油纸也可以，铺起，主要是铺油，这油纸铺的怎么样？油纸不上吸水哟，吸不到水哟。 旧的去才不要浪费，要去买这样买那样，这样吃那样东西，有啥子弄啥子。你这儿倒了水，一时候都倒了，不要倒到节子上了吧？大料的只能拧开干，是不是？一拧开干就转进去了。 这个够不够？够，就到九米长啊！好吧，这里的高度就决定着我以后我们的地板要看好了没有，就跟那个板板一样高。你看看这里，那不比那个板板，那一个板板太厚了。
看完另开过去看，那以后我们的地板如果看得很不的话，这一口板板如果我们不敲掉了，老地板不敲的话，哎，只看到另口，只看到一片砖儿另个的，那就那个火锅高，本来就高。你不会啊？那那个火锅二天要遭涨，那就大要要要去，那就中了，买那个就行。哎，那个木头的哇。主要是后盆带有点冻，一会儿吧要帮皮种。幕后吧，干嘛才六公分呢？幕后要六公分样子。啊，再进去嘛。哎，你薄的我也吃烂掉呀。把它长大了，那老实修啊，还有两天。就打平米蛋，还有剩的。这个的板子薄，是往我儿子厚点的话，也越不起良心硬装。斜板子也有它的好处啊。你往我来点，让它硬了。生意要饿饭，他不给他们逼你做嘛？这都起码有七八百斤嘛。哎，七八斤给你的是啥子？他们难道逼你？你要饿饭，他不给他们逼你做？哎呀，没得一包那包，开放的。哎，没得一包。差点儿。我也说是你妈包给你交。你都开久了噻，他这锅都被开始整硬了的。放不到了，没钱。从这过来就是，前面的那吧，放在那里。嘿嘿，从那里放在那里就啥个？还是放弄的还？好嘛。我们要不要加点钢筋在里面？我要结实些。啊，竖起了，不横起了啊？横起也不是要拉两根嘛？38就行了。毛体生成是看树底，看树枝就不行了。本来就是啊。我去说啥的，老板？你去抽啊！我那点放完在这儿拿。我那哈，先到那个刀台。嗯。刀跟灯。他不能忙帮我。你直接先压在接头，把接头压实，不让接头翻起来，我弄工具来搞。你给拍要三桶儿才行。你不啷开动？原来重量的拿一斤都可以，还差两三桶一把，木头多噻。我那点差不多，我说。你看看嘛哈，两三桶一把的多噻。下钢筋的话，多放几根钢筋了。
那就买一顿就行了。不是，刚进来要不完，还去换这套。可以。你看，呀，等下要调点细沙吧，我们来逛面子的时候拿的差一点就要来，省面儿。今天是不吃了，我光吃冰棍了。明早就把冰棍整了吃了。是多余的，好吧？多余啊！那些颜色是过来煮去。光切菜，忙只在切菜，我切人。我说那个到这儿就算是包了米的，切切开始没得哦，非得玩玩。嗯。我花根还有点脆呢。嗯，哎呀，你要有两根两根，切得这么开，来两根。